但足足有82天才聚齐。在陌生的环境，还是谨慎行事为好。等练成眼神兵第一重，再出手为止。竟敢对我们前五皇族动手！莫吹，莫吹一定会杀了你！已经是第12波脉轮了，前1001名的位置会暴露给所有参赛者，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连前五宇宙国的皇族都敢招惹，不是疯子就是没脑子。罗峰，莫吹失去手臂已经难以与他抗衡。不，能在82亿参赛者中跻身前1001名，岂会没有点压箱底的招数？罗峰，哼！啊！统治领域，恒星即便拥有领域，果然是万里挑一的天才。罗峰，你这下麻烦了。我的处置领域可以在你脚下模拟出空间的坍缩，形成一个引力场。这个场肉眼不可见，但质量极大，因此你承受的引力将增加100倍。领域也很出色，这块墓地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，还满意吗？墓地风水不错，很适合你。
金角巨兽突破宇宙吸收后，我就拥有了金属性领域，如今已达到五重，就让你见识一下在领域加持下剑鱼阵的攻速和力道吧。不可能。击败一个魔锤就能增加300万积分，也就是说他原来的积分有600万，不愧是超级强者。这么近的距离，我竟然毫无察觉。竟然能够击杀魔锤，就算由我风轮来杀。也得花点力气呢。风轮55名，我刚经历大战，以现在的状态迎敌恐无战胜的可能。放心。你现在无法发挥原本的实力，杀了你有点浪费。有趣的猎物要放在最后慢慢折磨，才最让人兴奋。预选赛最后一天我来找你，在这之前你可别死了。风轮吗？人数已经从82亿人锐减到17亿，看来之后遇见强者的概率会越来越高。经闯入前1001秒，但随时有可能被超过，必须继续击败对手才算保险。近地层和高空层区域已基准被清空，连续宇宙层看看。停！此人是罗峰的同伙，他竟然也进入了前1001秒，
不知那比尼能不能摆平他。那比尼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从小就与各类强敌厮杀，接受最严酷的训练。可以说他是黑龙山帝国最优秀的天才。便可入围晋级圈，需再击败一个对手。哼，就是你了。显示他专杀前1001名选手，雷神还有概率生还。预选赛还有一个地球时结束，风轮，你也该现身了吧。我杀的人太多了，您族人是哪位？小心呐！仅仅一刀就阿巴塔，他的资料。一名荣军，绰号野人，在第88世界区班长入围的强者对阵，胜率100%。雷神运气欠佳，罗峰和红可别处差错。好高的击杀效率，罗峰。久等了。
皇，出来与我一战。